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优良驾驶。这一集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生活机能方便，身价水涨船高，炙手可热的自走式露营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先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关注优良驾驶 FB 粉丝页，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今天在大理海滩这边碰到我们好朋友啊，也是我们粉丝平镇的阿三。你好，大家好。这台车超优的，感觉是很新的车哎。对啊，是还蛮新的。什么时候买的？去年的中秋前车。行动的家。应该不是优良驾驶推坑吧？就是一直有个向往，希望旅游自助啊，很方便。这台车是小霸王的哦，自走式露营车。自走式露营车多少 CC？ 2500。我那一天过磅是3.2吨啊。满油满水哦，发电机这样的。哇，3.2吨。我开过比较陡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它只要路够大，它都上得去。就是说马力是 OK 的啦，马力是 OK 的，它就是一个从侧边上下，侧边上有用过吗？有用过，它比较高啊，所以它出来之后那个空间感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行李箱，很深啊。哦，这上面整个都是床，然后下面是空的坐行李箱。这两个是通的、它是通的。我当初这边开一个，原本是要做一个户外的炉灶。这个是你要求开的还是原来就有？我要求开的。哦，它可以定做，对，它这部分小细节它是可以客制化。它本来是想要做户外厨房，抽出来啦，对对对对。后来怎么没做嘞？后来啊，经费不足，经费考量，经费就慢慢的再慢慢弄、增加就好了。至少你先把基础都留了。对，他刚刚说的。哇，好大哦，灭火器在这里啊。哇，它的那个。对啊，小泽啊。小泽藏在这里耶。所以你的空间很好啊。对，空间还蛮大的，蛮好用的。嗯，第一次买你就一次到位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好好，这个是很好的做法，不然买错最贵、真的。对，确实啦、真的啊。它这有一个卡住，你有没有？你看一上来就卡住了。哦，好贴心哦。这是定做的吗？露营车专用的。哦，是请他装的。他配置就有，本来就有了。烧瓦斯的。哦，那、水箱呢？水箱，可以啊。那还装多少水？160、180。是柴油，1公升跑多少知道吗？顺顺开的话，大概它表现差一点，还有到8左右。哦，这么大台。顺顺开的话，到10。那一个我放发电机的箱子。哦，放发电机。对，电池它是48伏，64。64AH， 对，所以乘4倍了。所以我抓大概250，对，250左右啊，够用了。这是外接电源，充电的。充电的，然后电机是前阵子因为一直下雨，我怕进水进去，然后又有很多虫，我把它封住了。原本就设计这么多窗户，这台车顶也有吗？车顶有2个。透气扇，一个是厕所的，一个是客厅的。当初没有想到要放太阳能板啊，所以是有想到，可是没有想到位置错开会差很多。所以这也给各位粉丝参考，如果在车顶可以弹，要放天窗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要先规划好你的太阳能板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移，因为车顶开窗差一点点还好，所以你现在要么就是把它封掉，重新开孔，要么就太阳能板有小块的去兜。但是听说小块斗起来效能差很多。对啊，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一次到位的话，把上面都整个规划。真的，像它侧面就规划很好，自己要开什么都想好了。是啊，这有时候也是一个经验啊。在这里，海景第一台车博第一台，我们不制造垃圾，水厕方便，是多好。我们来看一下车子的内部啊，它在外面有装了一个垃圾桶，后来它的门是搭了纱窗。我觉得很羡慕这种纱门、你知道吗？通气非常好，所以现在没开冷气了啊。它的通风这么好，应该不需要开冷气啊。我上来参观。一进来就是客厅。客厅对坐模式，上面是一张床，宽度大概120有吗？有吗？我们两个睡110耶。是哦，感情要够好。真的感情够好，感情够好就真的。走开一点，要到我了。这个也才180。哦，它有一个帘幕可以拉起来，然后有照明灯啊，
修。好，然后这边有开一个窗。对，这可以。那边也有。这边也有。只是被子挡住啊。对啊，你看海景第一排。你看海景第一排，这边视野真好。我觉得它这 L 型的不错啊，你看。小客厅真的是很舒适。这个可以动着吗？接下来又是一张床。我觉得这个桌子很有特色，因为它是可以上下左右，有没有？然后对准位置之后下来，它架在这上面。对，直接架在木板上。拉过来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是气压。哦。哦，这个设计不错，这设计不错哈。这一张椅子是单人坐，不能扩充，对不对？不能扩充。这边坐两人，如果自己要载一人的话，你看，哇，现在高度差不多了，好方便哎。因为不可能在里面放录音。真的哎，高度上这比较方便，收纳也方便。所以空间运用，这个又很活，不占空间。对，还可以调啊，可以转90度啊。这个好。是。对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一位好友，一壶好茶，这样就可以对坐一个晚上。从上车经过的这个走道，空间完全不浪费，舒服，而且它也不浪费客厅空间，因为你这可以往外移。可以。所以你三缺一应该可以了啊。可以坐人的啦，所以空间运用真的还不错。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架床板，对，架这一块床板。所以他把这个空间都补满了。对，就是睡觉不上下门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偷已经不来啊，还得借过一下，我要拿东西。中间做水厕啦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一个料理的厨房，看水槽。刚刚说水有180公升左右嘛，160还180，我也忘记了，有100多公升够。然后它的电也配到这边来，它是110的电，110，刚刚所以它帮你弄好了。那厨房哦，空间看起来不大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魔术空间，看到没有？一拉起来，旁边要切东西的砧板啊，超棒的哎。这边也是可以把它变成平整化的设计，有没有？对，你看，喂，这个舒适啊。这是所有的妈妈们超爱的厨房设计，采光都有啊，因为走路就会抠抠抠，他就把它很巧思垫了一个毛巾。对，这下面是冰箱，对，容量多少？80。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不习惯，我认为它太小了，而且那个冷度不够。后来我才发现旁边那个可以调，冷藏可以啦，冷冻。三天两夜使用这个空间应该都。三天两夜也可以。对，是可以的啦。所以它这个。特殊的一个卡扣，抓住，这转弯不会甩出来，不会，它这个也蛮特殊的设计，压下去拉出来，真的，我们常用的厨具啊，没有，多方便啊，这空间已经用得很好了，几乎是家里室内设计功能都用上了，对，这空间都有啊，它再做出来就有压迫感，所以这样的设计已经是配置过、优化过的，对。空气站照明，再来这个柜子是原厂原来的，对，置物柜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很方便，出门就是收纳，原则上。再来这个超大超羡慕的观景窗、怪水窗，它好像是挂在椅子的，这个真的很方便哎，它随时可大可小哎。对啊，大厂它有这种设计，就是纱网的空间。纱网，而且你可以调它隐秘性，有没有？对，所以，我看一下它浴室，独立浴室，哇，这个设计一点是原来的，原来就有，哇塞，莲蓬头，不过它是用行动厕所，行动马桶了。洗澡多舒适啊，一个人的高度，真的啊、然后莲蓬头，方便啊，冷热水都有，它就是冷热都有，热水器也不用特别设定，开就有了，对，直接开就有，而且它的通风真的超级好的，对啊，很凉，洗澡的时候，因为这怕有湿气了嘛，它马上就散掉了，哦，好用啊，里面还有一个很敢晒衣服的，对，哦，这个吸盘的，这边也是自己挂的。对对，看这个巧思就很好，这可以挂一些衣服、这个小巧思真的很棒。它的中控面板，然后有电力显示，他们车子是很特殊，是用48V， 几乎电下是满的。但是你的车现在没有太阳能？没有。行车发电有吗？没有。也还没有啊，所以充饱出来。这个什么水量表，那是看水还有多少。在哪里啊？
开着之后呢？哦，开着才有啊。对。这边是热水器的啊、哦。嗯，电源要打开才。然后，而且还是这边可以控制温度，恒温型热水器。哦。嗯、露营车专用。这个电压表是针对电池的，它这个是逆变器放出来的。它这个开关是监控的开关嘞。嗯，它是不能切电的。它有总开关之类的吗？有，这里这。你看。这是他的电机师啊，看到没有，专业的配线就不一样，干干净净。这里有一个开关非常特殊啊，这做什么的、啊、蛮特别的、嗯、它只要打开的时候充电，它是充得进电池哦，可是当你关掉的时候电是进不到电池，就是外面的充电头跟电池就断开，对，充电开关的概念、嗯、基本上我都是开着的不然你不知道为什么电充不进去。对，因为有一次无意间就是不小心碰到了，充了五六个小时，电没有进去。有可能是不小心，你看脚一勾就压到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不小心就碰到了。它这个下面是一个电机室，设计的人啊，好，你看，哇，我们看一下逆变器哈，这是6000瓦，3000组瓦，就是最高到6000，从110到48V 的充电器，再过来。这个很特殊哎、欸，我以为是 KTV 主机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蛮像，结果是它的电池，这是三元锂啊。嗯，三元电。三元锂电池啊，它的体积最小，就是能量密度最高，但是要保护的很好。真的要保护的。对，它不能有穿刺啊、压迫啊。网络上看到我都会怕怕，会保护好。这个应该是转成12V 点烟器的、啊，转因为转轴距离还有。它负两，它一个挂掉，还会有一个备用哦，所以蛮细心的。这个是充电头进来，对，那个是充电头。哦，48，还用到这么粗哎，还不错啊。是侦测 CO2 在用的，就是啊，一氧化碳太高，它会哔哔叫。对，瓦斯也是，瓦斯哦也会，嗯，对啊，哎，有啦，按一下开，按一下关。哦，检测成功、哦嗯，这一定要啦，这是密闭空间的吗？没有，它标配。哦，标配应该要，因为它这有一个瓦斯炉。对，怎么样？好，再来，车内密闭空间都会建议装，真的氧化碳浓度太高。嗯，对对对，像我开车打瞌睡，应该是浓度太高，通风，我也来装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它冷气，这台冷气看起来是家用的吧？冷暖变频冷气。所以你说你现在的电池用3小时。对，我的电只能用3小时，它就自动断电了。但是很凉，是真的。对，它这冷气很好凉哦。这个外面的光线进来，热量都进来，还是很凉哦。这个窗户都开着。对。所以好羡慕啊。这个很方便啊，收纳空间做的很多了。这也是啊。厨。这是厨房的一些东西，你就放这。而且这都卡住了，很稳。怎么样？买这台花多少钱？260。海力士改一台就要80到100，基本起跳哎、欸啊。现在冷气啊、柜子啊、床啊，这样就要80万。你这台含车头嘛，对不对？这台车头，这是自走式露营车，这么大、那么舒适，才260。各位真的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很适合到什么？比较宽的林道，野营。对，我要。大的路，那小的路、都不行，会怕刮到车子。尤其是新车啊。对。车上一般都建议这样，新车先不要动，无痕安装的，比如说我家电负电瓶啊，对，这种先来。做哪一个方面的工作？我做夜市摆摊的。所以常常要弯腰摆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的身体应该很快就会有点小状况。没错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会希望说不要闲的时候还要弯腰一直在出去。对，出去就是要以最舒服自己最舒服的。对啊，花这么多钱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每个人梦寐以求都是希望可以站起来。如果我的地下室放得下，我也希望可以站起来。买了之后，现在出去玩都自由啊，很自由啊。尤其你夜市的话，应该算是自由业啦。自由业，最近应该疫情有点影响。影响很大，是哦，疫情影响很大。哇，那刚好就出来转换心境，对啊，重新充电，等整个市场回来之后，我们再努力啊。是这么想的，是这样的。这段时间就是想说，算了，先放松。对对对，这台车当初评估的时候，你说刚好在改台换代。对，之前也是问过蛮多的嘛，最便宜的自走式露营车就只有小霸王。
霸王就这一台。对，就只有小霸王可以做。那我预算不够，我只能选择小霸王。那选择小霸王的时候，其实在前年的9月、10月，我就已经在找，已经要下手。对，可是他刚好就遇到那个五期，台湾法规啊，五期环保变六期环保。对，然后他就变没有车，下定到拿车含打造的时间下去，我等了8个月吧，忘记了，不到一年就对了，不到一年。但是他现在也蛮快，因为我听厂商讲说，他们都已经做很多台出来，都有模组了哦，所以现在快了，快很多啊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缘分到了自然就相遇。就像今天你到这里来，就碰到优良驾驶。哎，谢谢支持啊！有一台露营车，就是说你四处为家那种心境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跟我们整天在家那种心境完全不一样。确实，你买这台车之后开出去到现在，有没有碰到比较特别的经验？有一次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，那一天刚好也是台风天啊，因为也出来了，很想回家了。就是想出去玩，对，就是要出去玩。那我们就跑去八斗，海鲜嘞，印象中很深刻。那一天是双十一，然后雨天嘛，对，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车子一直发出奇怪的声音，才知道原来这部车下雨，它被雨水打到的声音是很好听的，很疗愈的声音了，对，很疗愈，它很清脆，哦，它是差不多像这样的声音，很特殊哎。对，一般平常屋檐是很吵尖，它不会。所以你这个车体是什么材质？美铝合金。美铝合金的，长雨景之后，它有浪漫的雨滴声啊。真的会。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两个出去就三个人回来了，太浪漫了。再生一个出来。你现在几个了？我现在已经四个了。已经两个了。那就第五个。那就四个出去，五个回来，那再换大台一点。不会啊，这台车真的是够啊！他刚刚说六个都够了。生活不管再怎么辛苦，我们都要有一个舒适的家，尤其是移动的家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你的分享啊！不会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